这酸辣粉倒好吃。老铁啊，纯红薯粉，这个酸辣粉味儿贼正啊！有喜欢吃酸辣粉的，咱们直接去拍，23.9块给大家发6桶啊！还有竹笋也好吃。我太难了。快吃。哎呀！什么情况？娘们吃饭也不叫我，闺女不在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哎呦我的妈！哇哦，不错呀。老铁啊，酸辣粉，纯红薯粉啊，这酸辣粉就是重口味的啊，麻辣。全处的味道非常浓郁，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。
又偷吃。看我的。你等着，酸辣粉太好吃了，平时都把着不让我吃啊。今天老娘没在家，我整点好的，我这个菜，谁啊？快拿去带钥匙！这又回来了，这……哎呦我的妈！干嘛呢？干嘛？饿死我了！给他拿。哎呀妈！酸辣粉啊！什么总共完了？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，味儿不错。老弟啊，该说不说，这叫酸辣粉啊，这味儿真正啊！哎呀，23块有6桶，咋吃吃不够。哎呀妈，这大锅水怎么这么磨蹭了？慢点啊！完事进屋吧，进屋吧，完我来，去吧，进屋，进屋去，来喝点水，来喝点水，哎，喝好啊，哎，去吧，我放碗，我收拾，这都不用你整，你整吧，都不用你管，去吧，去吧，哎，去吧，可算吃了，一个人。是不是？一个人，外面一个是人。